Hello，晚上好。嗨。晚上好呀。笑死我了。谢谢巧克力。录完啦。录完啦，录完啦！我是不超级无敌快，谢谢樱花豆腐的巧克力。呜呼，就是我们 N 人又是以最快的速度集体解散，赶紧冲向电梯，知道吧？对，冲向电梯。没有办法，两个字凑到一组就惨了。我的十七号、十八号刚刚贴到签约文身上去了。我的十七号，我本来是要十七号的，给华锦十八号的。Kona 这个安排，我谢谢他。我要哭了。谢谢走死的巧克力。破防了，谢谢破防的巧克力。我破防了。哪里好了？哪里好了？谢谢插的玫瑰花。唉，我破防了。一些奶茶，我觉得只用准备一个节目了吧，人不用抠破脑壳想第二个节目，嗨，没关系，谢谢 PASS 的荧光棒，不能换，当然不能换啊，谁给你换？抽签的是不能换的，谢谢巧克力，跳羽化成蝶大哥就够了。好紧张的时间，啊，很紧张吗？还有差不多十天呢，23号，哦，哎，不错耶，哎，拜托，不错耶，23号呀，哎呀，本来准备就生日前搞个 mini live 的，现在生日 mini live 没搞上，变相型的，相当于给了我一个 solo 歌耶，是吧？啊，真不错哎。等于说赚了赚了，相当于赚了一个小小的生日公演，赚了一首 solo 生日公演 solo 了一首新日公演，生日公演，卡了吗？我不卡。我都不知道连的哪个房间的网，只有两个信号，奇怪不？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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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哦，你管我脖子上是什么？暴躁，一天天我，那有什么？写 HOMU 的野蝶，比心，它只是一个配饰。卡了，那我换网。呀啊！换流量不卡了吧？好像换流量没有了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换流量没有啦。好了，不卡了。哎嘿，不卡啦！不卡了，不卡了！怎么眼泪汪汪的？因为，人很悲伤。
超级无敌悲伤。那就这样吧，那就这样吧，只能这样了。嗯。只要有单人有关的恩人就能团建，只要跟单人有关，我不知道呀，说明我们就是有缘分，知道吧？哎呀，我这个头发，这个刘海怎么感觉秃秃的呢？我们就是有缘分，我们生来就是要在一起。知道吧，生来就是要在一起的。不求同学同学同学生，但求同学同学同学死。好，吃点红枣，波波。嗯，没有办法，玄学这个东西还是要相信的。红枣是我从家背过来的，你们敢信？我这个大上海，我连红枣都没有地方买，我从家背过来的，就这么一袋红枣我都要背过来，因为我熬中药的时候要放红枣，我真的是无语了，啊，说到这里我要哭了，我真要哭了，怎么会这样啊？太惨了，看我的眼泪已经在这里了，红枣都要从家里背过来，怎么会这样呢？忍憋不住了，含泪多吃几颗红枣。唉，太惨了。这么大个上海，连红枣都买不到。那天老刘还说，第一次觉得红枣这么好吃，以前从来没有觉得红枣这么好吃过。救命！照个镜子。在上海吃到常德的红枣什么感觉？那我喝的药还是常德的药呢，药罐子都是我从家里背过来的。说着更心酸了。你们不敢信，谁敢信呢？
我16号志愿者，谢12分平均的叶蝶。行，16号是志愿者，对，16号好忙。12分平均，12平均分，对不起，我向你道歉。我没有记错时间，他给我讲的是19号，他说16号是另外一组，但是现在又说16号是我们，哼，我不管，反正就是16号就有我要化妆，就是这样子，嗯，我很忙的。陈楠这个女人，一声不合，一声不响就把房间给别的女人住了，我生气了，哼，我就要在这个屋子里熬药，把青雯熬入味儿。他给青玉雯住了，青玉雯啊，我要给他熬入味儿，我就天天过来熬药。谁知道青玉雯说他 emo 了，他想找个房间，自己调息调息作息。那我也 emo 了，我也想找个房间自己调息调息作息。我在家12点就睡了，早上8、9点就起了。我现在在这早上8、9点钟睡。他咋不住菲菲那？哎，你这就过分了。他为什么要住菲菲那？寇娜不是人吗？怎么了？青雯要和菲菲住，寇娜就要走。真是的，这话说的你就该爱被批评。我跟你讲，虽然寇娜不乐意和他们俩待在一块儿，那是寇娜不乐意。寇娜不乐意待在一块儿，那是他的决定。他想不想住？那青雯想住，寇娜也不该走。凭什么啊？是吧？要青雯不乐意，他就把肥子带出来去外面住啊，是吧？这话说了就有问题。去外面住，现在出不去，出不去，出不去。那青雯自己没有房间吗？他不可以把肥子带到自己房间去住？带出来是什么虎狼之词？被红枣噎到了。嗯，是好像有点怪哦。谢谢爱姆帕瓦的夜蝶，我没读错吧？这个名字怎么这么绕口呢？比个心心。这个名字好绕口啊！救命！谢谢你的夜蝶。好像每个字都认识，但是不通顺。对，救命！双带是手镯吗？对，手镯，黑镯子，黑镯子。谢谢玫瑰花。青雯睡觉，青雯睡觉抠嘴，谁和他住啊？我戒指已经坏掉了，戒指已经断了。再次寒假了，再次破防。谢谢巧克力。青雯摸腿，他不摸腿吧？他摸谁的腿？哦，他摸我的腿，青雯。好。没事，我不知道，就当他没摸。我睡着了，他睡着，我睡着了。
我之前和他睡一张床的时候，我睡着了，他自己醒了，他给自己吓一跳。但还好，我和他睡的时候，他没有抠我的嘴。有可能我和他睡的时候，那段时间他很克制，对，很克制自己，他没有抠我的嘴。但是，只是我迷有一次，有一次，有一次醒来的时候，他的手已经放在我脸上了，这样捧着了，你知道吗？就这样捧着了，我就，危险，然后就把他拍走了。然后在那之后，我就给他讲了，我就人就记住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记住了，我就睡觉的时候就是。睡在里面嘛，然后我的头就靠近了墙，这边是墙，我就靠着墙，然后整个人睡得横的，然后把这个我踹了几脚，人有防备心的时候睡觉把他踹了几脚，因为我怕他抠我的嘴，所以我就睡着，然后就给他踹了几脚，但是我把他踹醒了，谁让他睡觉这个手不听话的，喜欢放人嘴里，真是无语了。我这是下意识的保护自己，知道吧？谢谢可乐的20个荧光棒，真无语。哎呀，我这几根刘海稀稀拉拉的，还不如不要呢。并且它上面这一块，它上面这一块飞走了。好了，这样显得多了吧？给我调整一番。我睡觉很老实啊，光太强了，那就调暗一点。好了，五刘海的样子，前两天就是五刘海的样子。没有刘海。什么？什么意思？你们在说什么？你们在降生吗？天使的梗，天使到底是什么梗？我没搞懂。天使是什么意思？有人来给我讲讲吗？我问蒋舒婷为什么要问蒋舒婷？他为什么说我是天使？为什么他抽签要夸我？迷茫，我不问，哼，你们要问自己去问，为什么要我问？我知道了，你们就喜欢看这种场面是吧？想得美，这是能让你们看的吗？付费看一看，付 什么？付费就能看吗？你们可以付费。迷茫了，我迷茫了，我迷茫了。怎么付费就能看了？我说付费就能看了吗？你要付费看，那你付费呀、啊？真的是，无了语了，怎么会啊？
你要付费看，你就付费看，好吧？你就付费，你看能不能看？真的是。什么？能不能超前点播？就是说无语，白灯这是黄灯，这是暖灯，要哪个灯？这是白灯、黄灯和暖灯，那就还是这个吧。说实话，真的房间有一点点的冷，这是我的袄子。试看6分钟，还有试看呢？你看不出来这是陈浅蓝房间吗？竟然看不出来这是陈浅蓝房间，是不是和我房间太像了？他照着我房间整的。什么？他问你我是 是的，他上次还说我呢，哼，他说我那个头那个蓝发好丑，转眼他就染了个蓝发。这个女人啊，口是心非，他还好意思嘲笑我。之前还说我呢，真是穿起来。我比谁笨？他说我紫发是因为为他染的，什么？他说鬼话，他说。因为冷，因为冷，什么东西在下？上海最近在下雨，对，降温了，我要把窗户关上去。你们等会儿，起不来了我。关上。想练长发，哎，有机会看到的。等我当女人的时候，等我跳女人的舞歌的时候，你看昨天那个 Fall Touch，我怎么接长发？那个接长发，我头发都会头都会甩掉，好吗？那首歌。那首歌接长发，我头都会甩掉，我怕出舞台事故，把头发甩出去了。真无语了，这我真是无语了。我也不会接头发的，我只是最多戴戴假发片而已。不激烈的，我可以不激烈的歌舞，我可以戴戴假发片；但激烈的，我就不会戴了，因为太伤头了。什么鬼？说人话，不会说人话的，出去！无语，就无语。这个名字这么好叫的吗？随随便便就叫的吗？你们真是好随便的人啊！你们这群人太随便了。哎，谢谢 HOMU 的皇冠，比心。这是不是那天那个叫什么？叫什么？忘记了，就是那个什么名字忘记了，被抢走了是吗？
忍痛，嗯，好的，他今天不痛了。什么呀？我不，我同意了吗？这名字随便叫的吗？我不，那我可不行。现在法治社会啊，一个人只能拥有一个，不是什么，是吧？所以你们这种名字不能瞎叫，知道吗？要有道德，人要有道，不对，人要有道德，要有底线。谢谢奶茶，我可没同意，你们就不要瞎叫，好吗？哎 什么意思？拍得好，拍得是。说实话，小北今天说手拍得，我半天没搞明白拍得是什么意思，知道吧？没听懂拍得是什么意思。因为我当时很沉浸在我是第一组的。悲伤里面，我真的还在我第一组的悲伤里面还没出来，又开始 emo 了，emo 蒋舒婷还想去第一组呢，为什么她想去第一组？要是靠哪？我本来想说我十七，张花锦十八的，给他一个好数字。结果呢？哼，好吧。唉，人悲伤了。有事找扣呢。花锦的粉丝会感谢我的。没事。就给划进第三组吧，让他休息休息。我只是没有想到，就不能。为啥不能更换？不能更换，抽签怎么能更换呢？你都在这种公众平台上抽签了，你还能更换？那你抽什么签？自己决定得了。是吧？既然抽签了，就抽签了，是相信上帝的安排。这就是我的命。上帝觉得我该是第一组。十号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数字，一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数字。第一组的第十号，那就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。就这样，好吧，嗯。战士狼人杀也是十号，翅膀，我和十号有缘。110，报警。大哥就叫我在第一组等你，这什么歌啊？报警处理，好的，我跳报警处理。悲伤。哎呦，你给我粘猪！哼，这你管这谁？关你什么事？你想住进来吗？
跳糖吧，不跳糖。你敢给我当干自己的？我没说要跳寒夜呢。再说了，让卡子哥给我当干子，着实有点委屈他。为啥突然说寒夜？因为寒夜呀，他也姓寒，我也姓寒，怎么了？我就不能跳这个《寒夜》这首歌吗？这不是缘分吗？若可以，我让卡子哥帮我跳。不可以，因为这是我的 solo 舞台。但是我可以让请卡子哥和我一起合跳。就比如说，我跳寒夜，他当干；我跳，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来着？关不掉，那他当什么？他当关。他当沙发，他当酒杯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我有这么厉害，还说什么呢？他当酒杯，头套木偶，哎。东大厨跳过了，不想跳了。木偶我也唱过很多遍了，这个木偶。我知道了，可以的。木偶的话，卡子哥唱，反正我们不能录音，要不就声唱，要不就声跳。卡子哥给我唱，我当木偶，他在那唱。救命！不不不不，太过分了，真的太过分了，真没必要，太过分了，你们太过分了。再思考思考有没有适合我的歌吧。说实话，关上窗户之后，这个穿着又有点热，又怕它很厚，怎么讲呢？唉，谁说的？我不想跳心肝的，你管我？我不想跳心肝的，我就不想跳心肝的，你管我？我也不想跳可爱的，我也不想跳帅的，管我！谢谢寿司。赛任我都跳那么多次，唱浮游，唱浮游是不是有点没必要呀，朋友们？浮游那首歌呢，感觉在舞台上整体性比较强的时候会比较好一点。
再把头发扎起来，都扎不起来了。我这个头发真的是，怎么会呢？怎么会扎不起来呢？不扎了，就这样，还。唱歌当然开麦呀，都不录音。福佑的衣服都已经不见了，之前在北京，但是我没找到。然后我有一次看别人找到了，但是之后又再也又不见了。谢谢，不在线乐乐的权杖，不在线乐乐乐。是这样读的吗？还是不在线了乐乐？红枣你飞出一根干，我这个红枣会变身，它是百变小樱是吧？啊，才吃这么几个红枣，怎么可能会流鼻血啊？我以前吃红枣一袋都能吃完。还吃中药，没事，我现在缺着呢，多补点也没问题。我还没来得及报名呢，他给我安排了16号。我刚才不是说过了不是早上，也不是晚上，反正我不会咬菜。我是中午过了饭点之后才是我，然后晚上饭点之前我就没有了。不知道搞卫生吧，或者是帮忙削土豆、削洗青菜、洗黄瓜、切萝卜，应该也就是这些了吧。现在中心就这些菜了。我谁啊？我和我们队的。我不会拿刀。应该会直播吧？如果化妆就会直播。我不会拿刀。但是我会做饭，我不会拿打的。削土豆用不用刀？不是有那种专门就是刮的？我什么都会做，就是不喜欢拿刀。是成员自己不，又不是成员做菜，成员只是配菜。我会番茄炒蛋，这个也不太需要刀。反正刀工的细活是不行的，并且我不，更不会用刀切肉。这种我是更不会、更不行的。青椒炒蛋吃没吃？刚刚就直接上来了，不想吃。没有胃口，没有胃口。晚饭都没吃完，吃了点点。那个胡萝卜是拿上来想吃的时候再吃的，没有说我拿上来就一定现在今天就要吃掉它，知道吧？嗨，晚上好。
晚上好呀。看看都有谁在直播。今天鲁天会见没有找我连麦，那我找他吧。奇怪哟，你有事儿吗？开心我没事儿，我就不能没事找你？你没事找我的时候就可以？你可以找我呀，但是我只是问问你有事儿吗？我当然没事啊，我怎么能会有事呢？时间它没改事变儿了就我，是溜溜梅。改变我的容颜，也改是变我的，的没事心来情。溜溜你。六五，对，我在你们亲哥哥的新房间。谁是亲哥哥？那汉堡王吧，汉堡汉堡王，王又是？汉堡王，真你的？是谁？那挺有面的，现在觉得没必汉要堡了，王吧是什么？不觉得吗？哦，不好意思，我玷污你的汉堡王了，我不把想，零不食好物意发思给把他。它说成汉堡王吧了。汉堡但王是还没是有，汉现在堡不王是是。大家的汉堡品牌，怎么就是我的了呢？啊，我只知道你有一个姓亲的汉堡王，然后啊，他，姓亲的，我的天啊，这个姓氏好特别哦，姓这个亲姓的。氏好难听哦，我亲想想，汉堡真的是，我还听是你青苹说果什好么一点了？吧，青天好，特牌别好。姓亲啊！我跟你那我说，光我荣们有好队吧？只有这一个姓亲的，是吧？嗯，只有这一个姓亲的。还有一那个换姓氏谁？很特别，H 那队也只换有谁？你姓蒋的。谁呀、啊？你谁呀、啊？哦，那个卡在那个奖杯的那个盒子里，然后呢？币源上，你手摸就摸到了。我分析他什是什么？么？只有一个姓亲的，对啊，你和姓亲的关系怎么样？好吗？我和姓亲的关系还行啊，那个你跟如姓果蒋的你关中系怎中么了样？彩票，很不错啊，明天给还你不错啊，干掉。那你们比我强呀，你说没还不错，说我说还啊，我行，说我的天是一些呐。和平宣言，是毕竟吗？大家是朋友嘛，大家开心就好那可不，我还是和姓卢的关系更好。啊。啊，姓卢的，你不会说我吧？啊，这要不然我现在和谁在连麦呢？你叫什么来着？我叫秦玉文。叫秦雯？嗯，不是吧？秦雯不长这个样子，我们那秦雯可漂亮了。你还记得秦玉文长什么样子啊？这叫关系不太行啊！我没说不我太正行能啊，我量，说还不是行。他太正能量了，好吗？就一个偶像不就是行我了，已套经。的，秦雯套的。他要，对，他要来这睡了。他不自己没屋吗？现在？他说他要过来休养生息，他 emo。我不跟你讲了，拜那拜。我去拿衣服。我衣服呢？你是不是已经亮了？不知道啊。忘了，我都因为我要说话的人太多了，说话的人太多了，我就不知道在讲什么了，你知道吧？我在和老刘讲话，我就没有办法和那个叫什么来着，卢天慧讲话。对，老刘过来洗衣服了，但是他又觉得他没有洗衣服，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洗了没洗。我一心不能二用，对。我不和他连了，还和他连什么？我都不知道和他在讲什么。我连其他人，连其他人干嘛？我连胡小包。你为什么没有直播啊，老刘？我不知道啊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直播了。你，我问你为什么没有直播？你说你不知道。哦，你今天没化妆，我。Hello，嗨，小包。啊，你声音好小，调大一点。啊？为什么？我知道了，我的麦是不是被压住了？这样声音是不是就大了？可以了，可以了。你自己在房间。是啊，怎么啦？你想我啦？就要一会儿不见就要跟我连麦？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你为什么看旁边？旁边是不是有人？旁边有人呢，是谁？你猜？我猜，我不猜。你不猜，那我猜。那你猜？我不猜，你想他是谁，他就是谁。哼，那我想是发卡。
那你把发卡叫来吧。我把发卡叫来，发卡在我屋。你现在不在你屋啊？你看我在我屋吗？这不是你屋？这不是我屋，不都是一个沙发一个墙吗？那你觉得我现在旁边的该是谁呢？哦，不会是蒋舒婷吧？你现在陈楠屋子里，他们说是蒋舒婷，你带着蒋舒婷去陈楠屋了？我带着刘淑贤来陈楠屋了。哦、嗯，那为什么你们两个在陈楠屋呢？你问我？对呀，我不问你，我问谁？啊！所以我现在在找你连麦呀、啊。我说你为什么在屋呢？怎么你还必须要给我连个麦呀？没有啊，就看你在直播，想和你打个招呼。啊！什么叫两个家庭破碎？你们在说什么？哎，行吧，你们两个好好玩吧。啊！我想和你玩。我不想跟你玩，我不想跟你玩。你想跟我玩啥？你现在隔着屏幕还能玩什么？那我待会去找你玩。行，那行吧。那到时候不能开直播了。好，现在直播间大家见证啊！我待会不会和我房间的那个人怎么玩的，我只会好好直播，请大家。怎么？你这个大家包括我吗？你可以监督，因为有录播的啊。好，好了，不和你讲了，讲怪话，我在讲怪话。走了，拜拜，拜拜。好怪，我哪里输了？我哪里输了？老刘已经躲到被子里去了，他已经说我不听。什么？谁讲的？什么意思？我谁化妆了要偷青胡小慧？他要和金苹果睡？我不知道，你们不要问我，我不知道。啊！不要说怪话，不要在直播间说怪话哦，吓人呢！你们说话好吓人呢！我现在说话声音是不是大一点？因为我好像这个支架它是把我的说话的麦堵住了。那之前是这样的，这样是不是声音比较小？因为它把麦堵住了。这样是不是声音比较大？没有区别吗？那为什么我说话声音这么小？连麦的时候小，哦，我把那个我自己人声开大一点，好了，这样就好了吧 ？Yes， 这样呢？什么换个人音会？再连个试试？不连了，累了，疲惫了，一天连两个够了，不能再连了。今天一天都特别想撕嘴皮，我身边当然有人啊！你们刚刚没有听见我身边的人讲话吗？对啊。
怎么会怀疑我身边没有人呢？那我是在和谁讲话？谢谢玫瑰花。老刘不是来洗衣服，怎么上床？他有可能累了，因为今天他们早上做早工好早，9点钟就开始了。不是卡子哥，卡子哥在我屋。点一下连麦键，为什么？哎，今天都已经四出血了。水太干了，涂个亮油。再涂点。好亮，过于亮了，好亮，太亮今天金玉文，他冲到我房间去，非常凶狠。他说：“还有了，拆男房卡在哪里？”好凶啊，这个女。我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他气的差点就要上床，把我从床上揪起来，给他找房卡。天宇原来是我，说明我们很有缘分。揍他，对。百姓宇改房间密码，不让青文进去。我们门口抓了放了一个房卡。再说了，百姓宇根本就不知道房间密码怎么改。谢谢不哭泣的奶茶。这话说的还信誓旦旦。那青龙去我房间睡好了。我在思考，青文和百姓宇睡的话，那青文的手会被咬吧？一抠嘴，一个讲梦话，然后讲梦话的时候，吭一口下去，我青文就醒了。喜欢抠嘴，好，百姓宇讲梦话，好，这讲梦话你是嘴得动吧，你得用嘴讲吧，是吧？这不这不就被咬一口很正常。我的小朋友交到一个好朋友，敬个礼呀，握握手，你是我的好朋友。你是我的好朋友。交朋友啦，乐乐！哎呀，你好，朋友呀，可可！恭喜你今天抽到第一组哦！看他要不要请我喝茶。谢谢你哦，你在第几组啊，Kona？
我在第五组啦，虽然就是也很开心，你可以就是听我的意见，然后抽到了第一组。首先送来比较真心的祝福，我刚刚都忘记这件事了，你为什么要过来说这件事 ？Kona， 特意想要恭贺一下下吗？爱你哦，我哭给你看，你信不信？十秒之中哭出来。不哭，凭什么哭给你看？哎呀，不是没这样，我是来交朋友的，不是来跟你说这些的。啊，你交什么朋友？你讲讲。就是交朋友啊，就是想多认识一个妹妹，然后多交一个朋友啊。鬼扯呀，交自己队的干嘛？去交别的队嘛。他们都说 Komi 来了，你知道 Komi 是谁吗 ？Kona。谁啊 ？Komi 是许阳的狗狗。哦什么？他们说科米是你的妹妹。我觉得 no。为什么 no？ 我觉得 no。我觉得很好。你觉得很好，头都给你打掉。这不是我讲的。那你一起打掉，你俩一起打掉。你在我这是 Kona。你在你想认识的新妹妹那里是 Komi。你要不去联系那个？你要不去连连你的那个新妹妹？打扰了，我才不要去连你的那个他 partner。我的 partner 不啊，他在你这里不一样。气出猪叫了要。你是他的 Komi。来，来，我这四个字怎么拼？来，再拼一遍。跟他说，你四个字是 C O N A， 你滚吧，我是 K O N A。吵起来了，你别玩去。姑奶给我关，我哭了。我刚脑袋里想的是 K，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说出来就是 C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呢？为什么说出来和想出来的不是一个呢？心情变差了。谁比翼了？我和谁比翼了？我和谁都没有比翼，好吗？我不，现在是12:38。我再播个，我什么时候播的？要不哄一下扣呢？11:38播的，一个小时嘞。我去连扣呢，我觉得扣呢不会接我的了。扣呢 ，I'm sorry 呀、啊。他不接我的了，口难。是谁在？口难，我非常的抱歉。啥？说。我姓 K。有事说事，没事挂了。因为我姓 K， 所以我把你归类到 C 了。我管你姓什么，因为我姓 K， 那你不要姓 C 了，你姓 Y 怎么样？哪里有延迟？我听你唱歌都是延迟。我们连在一起，我们就是 KY。
我们小组合出道了。而且，寇老师卡了吗？他故意的，他在装卡顿。谁跟你装？你在给我装。你不要凶我。你把我删了吧。下播过来。我不要。要不你还是把我删了吧。好，一会儿就删。啊！我待会儿删不掉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待会儿去你房间加回来。你想加就加。对，我想加就加，反正你们房间的门都坏了，关不了门。关不掉，对你的热情在燃烧。关不掉。你没有办法关门，除非你把你自己关在厕所里。哎，我不知道跟你说啥，你知道吗？你给我挂了，快点！我咋憋不住了？你边玩去！哎呀，我不笑了，肚子好疼，比我们店员还尬。我店员从来不尬，好吧？我现在怎么我哪里干了？我不干，我不会哄人，我从来不会哄人，我不知道怎么哄人。ZZH 是谁啊？张志杰，我和张志杰学如何哄人。倒是没必要吧。什么？现在我比张志杰还气人？我可不气人，我跟你讲，我可不气人。只是说有些事情还是有一点点玄乎在的，玄学在的。我又没有故意去气人，是吧？我只是一不小心。气了个人，我故意气人的时候，那可太气人了。这说话就很气人，你拐我，哼，又没有气你，没有。老刘说，老刘就在我旁边睡大觉，所以我们要安静一点。你看我说了什么话，老刘都听得清清楚楚。老刘心想，这人没救了。太尴尬了。当然有人啊，旁边我的左手边就睡着老牛。刚刚我笑得太猖狂了，唉，人不能太猖狂。千玉文肯定不在啊，千玉文要在的话，这个房间是这个动静吗？就是说无语了吧，朋友们。我刻薄，我哪里刻薄了？千文要在这个房间绝对吵上天，怎么可能只有我一个人在这里哈哈大笑？哪有啊，今天才15号，不是说，哼，你们管我呢？你们管我呢？
今天还是闪闪生日，对，管我。这话说的，这个话说的，一人一个就不会被抽，想美，便宜都给你们占了。可以，这个可以。我哪里呀？我才不，我才不干！你们这群坏人，天天出损招，损招！哎，说什么？我再播个四分钟，我就下播了。还有四分钟啊，是的，12:50下播。不想和你们这群无聊的人讲话。今天能看到拍立得吗？你今天从哪里看拍立得？拍立得交拍了之后都上交了，你们想从哪里看拍立得？你才来就走了？你刚刚不是来了一会儿了吗？中途出去了？讲述停发了，讲述停发了，怎么了？拍了很多张拍立得。我为什么要发一张？拍了很多张。我们哥说，让我们先别发，毕竟都还没出来呢。我这要发了，可怎么办呢？他发的那张我好好看，哪张啊？我觉得我拍的照很丑。我真觉得我拍的照的很丑。啊，那张我觉得我最丑了，救命，真的很难看。那张真的很难看。有的，那张我的脸很难看。我觉得我那张脸很难看，但是没有重拍。
因为我那天我看了一下，有一两张是我觉得我不太好看的，但是蒋诗婷觉得还可以，我就没有重新拍了。反正，没有，我觉得我的那个，这个屋冷吗？你要不要开那个暖风？或者是开空调？我不知道它空调遥控器在哪里，但是你可以把它那个就是暖风的机器打开。我已经把那个窗户关上了耶，为什么还会冷呢？对啊，今天拍的。他屋子我知道，他屋子都有缝，我们中心的屋子都有缝，都有很严重的缝，没有缝的。吹的是暖风，老刘子对着你了，给你暖和的。哎，这个名字说的，谢谢结婚的夜蝶。我都这话人都迷茫了，我都迷茫了，谢谢你，我都迷茫了，哎，真是的。你有名字，我不管，我念名字都念简称，好吧。过什么分呢？哪里过分了？只要我不尴尬，我有修养的，好呗。拍得。你们给我撑腰，我信个鬼。信你个鬼。什么时候把那个像我的音拼完？我那个音怎么像我了？我长得像个音。我哪里长得像鹰啊？无语。首先鼻子就不像，那我们人家鹰那么大个鹰钩鼻，我没有。你还冷吗？要不你把那个拽过来。因为它有点远，有可能吹不到。你是不是要感冒了？要不要喝点
喝点板蓝根什么的。好吧。姜茶，哎，有红糖姜茶，要不要喝点？去去寒。好吧，我待会给你把那个挪一下。我要，我在等。怎么一下就超时间了？那我一点下播吧，还有六分钟。我刚什么问题啊？是不是他这被子薄啊？这被子冬天盖的应该还好。我怎么忍住不拼乐高？这不是说要一起拼，不然我早就给他拼完了。确实忍不住，所以眼不见为净，在陈彦南房间呢。谢阿宇的荧光棒。眼不见为净，你知道吧？这要在我屋的话，我真忍不了。怎么拼拼乐高？怎么会？啊，好难呀、啊！拼乐高竟然能忍住不拼。什么时候一起拼？我真的想把它直接拼完了，因为我感觉蒋舒婷吧，他静不下心来拼乐高这件事情，他不是忍得住，他是，对，他是坐不住。我也坐不住，我都动症。我拼乐高快，谢谢宝宝三叔的夜蝶。你听，择日不如撞日，想得美哟。他坐不住，他是不倒翁。我也坐不住，但还好，这种事情我还是比较坐得住的。为什么他要全名？谢谢宝宝的夜蝶，好吧。想名字，我想怎么读就怎么读。这是我的，真的是，这是我的自由，我嘴巴的自由，我说话的自由。我在害怕什么？我在害怕什么？我什么都不怕，我有什么好害怕的？我不怕。下次买迪士尼的乐高，等有下次再说嘛，好吗？等有机会出去再说。谢谢豆腐的巧克力，有机会出去再说，好吗？先前提是得先让我出去。还有三分钟。没呢，缺着呢。然后唱什么歌了吗？唱什么歌？我还欠一首歌呢，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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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欠歌的人也不来，我欠歌的人也不来。谢谢奶茶，什么歌？嘿嘿，什么歌？什么歌？你猜什么歌？你不告诉我的什么歌？不是声乐课，不是声乐课的歌，是之前别人点的，我没唱。我要唱啥？我不知道我要唱啥。哦，对了，声乐课要唱什么？谢谢奶茶，奶茶。奶茶，小酒窝，小酒窝，小酒窝不唱过了吗？美人鱼，美人鱼是什么歌？谢谢奶茶。哦，好像是轨迹，是吗？你知道我欠这首歌、啊？阿拉斯加海王可以，人鱼没听过，对呀、啊。
你上次不，对呀，唱歌欢快的。不是啊，什么啊？我说我欠的歌，我欠粉丝的歌，怎么扯到那个上面？怎么扯到明天要上的课上面去了？好了，好了，我刚想说我要下播，听见老刘在旁边哼唧了一声，我要下播了，老刘忍不住了。我觉得老刘可能是冷到了，拜拜大家，再见朋友们，我朋友再见，朋友再见，朋友再见吧，再见吧，再见吧，拜拜。